而游于无穷才是逍遥游。羽衣未染云雨色，静谧人间清净花。若非跟随师父于垂杨步道，恐如今之我仍在杀戮中沉浮。知其百，守其厚，为天下事，常德不特，复归于无极。气象，长枪独守。天策府的荣耀，我万千将士的鲜血换来。犯我家国者，虽远必诛。此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一招不慎，全盘皆输。天真之法，生死之间。为何明知没有结果，心中还是愿意去期待一个答案？惊天伟地，文韬略，海纳百川，处世杰。此去人间不知岁，未解桃源何处寻。专情专念，百折千闯也可相伴，朝秦暮楚，玉树临风也吃我两剑。要想欺负我们七舅方，得先放过我手中双剑。秦心不灭，长恨不得绝。一期一夜，观世间所不能见之物。佛门诸般戒律清规，小僧独对女色之戒最有不破的把握。阿弥陀佛。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。白衣人间怎么不见了？盛唐气象，长枪独守。家国涂炭，山河凋零，我天策儿郎本身碎骨，也要誓守疆土。巡威将军曹雪阳，统领，演武广场告急，速带精兵前往。是。
凌烟搁浅，没有人会后退一步。城门已破，孤军难敌。雪阳，你是我曹延烈的亲妹，我说过，总有一天会带你离开天策府。天策将士忠义为国，手中长枪，自尔等逆贼，万死不惧。好些了吗？杨大哥，我从军这几年，不知费力进取，不懂沙场残酷，战火无情，是一个软弱的人。你心中的软弱，必须要独自去承担。我没有勇气，今日国难当头，怕要让大哥失望了。凌烟阁内这些先贤，个个铮铮铁骨，捐躯无悔。要明白，自己的活着，是许多其他人用鲜血、用决绝成全得来。软弱能给你勇气，是你最重要之物。策儿郎，与我出战迎敌。随我来，半路山入东都，取潼关，凌烟阁飘扬，汉贼必诛。自有天策得杨将军教导，今日与将军共赴国难，我等之幸。狼牙兵卫上，近身出枪。天策府区区千人，不消几个时辰就能杀个干净。梅花枪法，上路急刺，挥枪连击。破天阵，战马奇袭，奔冲击退。云后转长枪，力不透风，横扫千军。龙牙反身拨枪，至柔至刚，横越击飞。出单枪平扎，斜行挑刺，势如破竹。前方狼牙兵不计其数，攻势迅猛，跟上。尔等叛军想攻下凌烟阁，狂妄！杨将军已在对面烽火台防守，
快过去。杨将军，弟子一定会随时守住这里。安禄山残暴奸邪，得玄秘之力，狼牙兵魔气附身，已非寻常士兵。速禀西宁神，爆发丹田真气，按我口诀袭天策枪。敌人众多，成功招架炮战，可触发绝招反击。烈王山，城墙坚固，铁枪锋锐，纵可御敌，却只是外力。只有内心强大，充满信念，才能不惧一切艰险，无往不利。成功招架后，可触发绝招反击。山下直奏霸业，不知他眼前大唐还有万千好儿郎。方才你袭烈王山时，出卖代卖已打通。学修为大，武功越高，对周遭环境感知越强。接下来仔细听本将所言，以枪术技所为心意。旁边还有一个箱子，去把里面东西取出来，对作战有利。速随本将去城门演武广场支援。硝烟滚滚，烽火连天，快用心眼探清周围形势。曹延烈，叛国通敌，投靠琅琊，今又唆使雪阳，挑拨离间。杨宁，曹雪阳乃我亲妹，曹氏家世，轮不到天策杀手。这个无名杂兵，成功招架后，以我琅琊绝招反击，绝路上。刚进护体，进入贬义控制状态，成功招架护盾，可触发绝招反击。破招后必定造成大量会心伤害，全力攻击。痛快！即使我虽死，狼牙谁与争雄？哥哥，原来是你不再执着于虚无的复国大梦，背信投敌。山壁道杀出去，我来断后。
监测长枪手大唐百年盛世，今日我等化身江山社稷，壮志已酬。刀枪不入，岿然如山，卷云，血刃凌云，黄泉卷扬，地裂山崩。龙牙，亢龙回首，枪华风骨，生死莫问。木金阵，角声震天，马踏八方，陷阵破罗。分雷之势，排山倒海，骁勇冠军。杨将军骁勇善战，敌力傲骨，安某敬佩。不如将军与安某共拥繁华，何须再做无谓抵挡？浩荡如男儿，绝招反击，天地间一身坦荡。忠不忘故土河山，义守河童岛。这河山是我囊中之物，朕一人一天下，一城一盛世。杨将军，都到了这个地步，还不愿意降？来！有气节。
还记得凌烟阁内对你说过什么？心里的惧怕是勇气，是我的强大。好，打稳了，愿与杨大哥同生共死。心中的软弱必须要独自去承担，他能给你勇气是你最重要之物。醒了，离开东都洛阳已有一些时候，如此凶险的梦真是骇恐惊心。白日与他们周旋，夜里片刻休息，自然难以安睡。汤前辈，可有后悔随老夫出生入死？山河设计图牵扯之多，设计之广，虽是奉统领之命到此，但得遇前辈，晚辈懂了许多事理。朝廷重报，关乎大唐国事，尔等江湖草莽得去，只会天下大乱，兵戈并起，殃及万民。天下如今九天掌控四海，李唐氏当真实得这天下，未免自大轻视。
已埋伏了许多刺客，不可再用。好。哪里走？唐坚，你纵然逃脱，这个东莞闲置的小子他也是 hold 不住。专心施展你师门武功，有老夫在，他们动不了你分毫。山河事件不是朝廷和唐坚的事，与你师门本不相干，何苦卷入其中？老五就要踏下，速速离开。没想到李隆基养的刺客这般东西，20年前老夫与你是打交道，朝廷可没有你们允许。唐坚，我的师门没有你武功高，就算大伙本敬我等，也要诛杀你。火势凶猛，你师父给的包裹不可丢下，快用心眼找到包裹。跟紧老夫走。这一战你先打坐调息，前面山路曲折，要小心。杨将军曾说，山河设计图乃是前朝传下，人人皆想得其外衣。不错，先应战再说。主上谕令，就一个字，死。唐简，你也是一代大侠，当年的武林盟主，而今竟不是大喜，不体恤百姓苍生。尔等与老夫道途不同，何须多言。一顾之心，一根立训，忠于主上。刺客越来越多，老夫应对，你跟上。前辈小心。山河设计图所载，皆是当时重宝。冰雪阁刺客固然是为皇帝尽忠，但皇帝却不知他背后九天的存在。山河设计图归还朝廷，终会落到九天手中。心眼下还有水潭边的芦苇可以藏身，运用心眼避开刺客绕过去。山河设计图是朝廷重宝，轮不到你们这些江湖人多管闲事。逍遥夺命，芳华凋零。没想到唐坚老贼十多年后重出江湖，还能一惹你们这些武林派是帮派。天涯客未归，子夜神断魂。前辈小心。山中各处皆有我。前辈小心。唐前辈应是去了前面树林，林子幽僻，谨慎提防。
被兄弟一路没能拦住，那么就来与我比过。冰雪阁本不欲与你为仇，你的师门却要执意帮那刚愎自用的藤井，贵派与陶家交情匪浅，他们偏要如此作对。与冰雪阁相争，不过以卵投石，徒劳无益。就算到天涯海角，也逃不出冰雪阁的手势。金冠长空，剑骨清明。冰雪阁任何一个兄弟都不会白白牺牲。唐杰，你和稻香村的渊源无需计较多言。可以不交出山河设计图，全村人助纣为虐、协同私藏重宝的罪名，你可要担待得起。明日为限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。林雪阁当真心狠手辣，这级别情不愧。然而那个就眼下稻香村被围，你带着这包裹出村，御史陈去小家小心。